哎呦，你现在看慧慧的采访吧，第六次，之前都是线下采访，好热，真的是慧慧的直播间才有这个氛围，因为有火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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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主要是百变的，你真会搞笑我。哎呦，我的手机。我的大包里呢有一个小包，还有一个小包，剩下来呢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口香糖啊、发胶啊、喝的呀、耳机啊、口香糖，没了。哦，还有两个饼干。所以发型都是你自己做？发型有时候是我弟，有时候是发型老师做。这两个包是？这两个包里面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物件了。对，你看什么纸啊、充电器啊、香水啊、碳水阻断片，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交换？给你交换一样东西，我想先看一下你给我要什么东西。好东西都在这里面。所有的是吗？那就这个调音盘吧。哇，可以吧？我给你交换两个碳水阻断片，这个很好用，真的。这两个东西要交换那个？当然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个东西真的，我平时出差的时候，就是包里必备的就是这两个。我在去巴黎时装周的时候，经常就能碰到一大群模特在那吃饭，然后每个人桌子上就有两个这个。哦，没事，随便挑吧，一会儿我去好好挑一下。好吧，那不然呢？那我直接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OK， 安检结束啊，没带什么违禁物品。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。你是一年没见了吗？毕业之后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？刚解散的前两天吧，有很不习惯的，就是经常自己吃着饭，就是突然一股伤感，就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现在一个人吃饭，之前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吃，会在某一个特殊的情节点，大家会突然 emo 一下。听说你最近有用 emo beer？ Yes， 其实不是最近了，其实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。嗯，对，只是最近公布出来。我没有狂脱期，就可能我自己的头发本身比较多吧。为什么我会断发？是因为那次我们演唱会嘛，连染头发的半个小时都抽不出来，包着染膏就直接上台彩排了，时间一下子没控制好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给我洗头发的理发老师，他在一边洗头一边从我的头上拿出来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一睁眼旁边一坨红色的头发，然后我就问老师，哎，这个是你做的那个假发片然后给我用的？他说，啊，是的是的。等到我吹干的那一刻，我会发现这一片全是只有这么长了。那没关系，至少我的基础量是好的。嗯，那就大家都说你会像是那种老了之后会被人骗买保养品啊什么的。我肯定老了不会被别人骗买保养品，我是那个给别人推销保养品的但是不骗人的那种，就是我是真诚的向大家推荐我身边的一些保健好物，但是绝对不骗人。有三只猫吗？嗯，分时间段，有一只在我旁边的时候，另外两只就是高冷猫。等那只走了之后，哎，其他两只再是找合适的机会和你亲近一下，因为猫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粘人的猫。当然，可厉害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嗯。假如摩卡、臭豆腐、饼饼、金猫咪一起打麻将，你觉得他们谁会赢？饼饼啊，因为他名字里就带两个饼啊。二饼。那肯定就是再摸一个，他就能凑一对了。哎，那里面这金猫咪叫什么名字？不告诉你。这个采访播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新歌已经发了，对吧？那没关系啊，这只猫的名字叫 AO， 你在看 MV 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它是主角。够消费吗？当时已经给它吃了很好的，虽然它有点 emo 的。哇哦，猫猫的灵魂出现了，刚才。前段时间发了两首新歌，《光辉》和《时光会记得》。嗯。那刚刚有说到，马上要发 AO 了，这首歌会跟前面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这是一首刘宇没有搞过的风格。之前可能是唱比较轻快啊，或者是比较国风的歌嘛，然后这一次加入了跳的部分是比较欢快现代的，而且不怎么酷的那种，听上让你也非常凉快，非常的哎呦，好听。它有没有很炸？不会不会，炸这个部分呢是为我后面一个集合作品准备的，但我想把惊喜留在更后面一点，因为刚从团体里出来，我希望把自己的个人标签打得更像自己一点。嗯。啊，那这个新的动作是怎么想到的？编舞老师想到的。
但是编舞老师之前设计的是从左边比心，然后我就说老师我的左脸比较好看，我说你给我换到右边，好啊可以。男爱豆都会比较抗拒一些动作，抗拒的动作。我是觉得抗拒呢，是因为很害怕自己做出这个动作会变得油腻。你在一首很酷的歌里面去做一些比心这种比较元气可爱的动作，它就会显得很突兀。但如果你要在一个特别有氛围的感觉里面，不管你做什么开心点的动作，它都会变得是融入在这个氛围里面的。任何动作只要你发自内心的去做，我就觉得它会变得很自然。有就是一个语气词了，是。那你能说出几个生活都会用到的词？哎呦，你现在在看慧慧的采访吧。哎，今天你的考试成绩是优哦。哎，你怎么又变漂亮了？今天我们 AA 吧。哟，别这样，我请客。可以吧？你真的是把别人给拿捏。哎呦，我的手机，放着放着，不行不行。嗯 ，OK。顺便照个镜。对，你这个手机也是 A6 的手机壳。你展示一下嘛，这是你特别定制的。这是我自己画的。对，这个是我自己手绘的。这上面有个猫的耳朵，就是我们家那个小猫的。整张EP的名字是刘玉吗？对。那除了谐音梗以外，还有什么特别的？我自己划分的一条流域，比如说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嘛，我就把它比作成人生的一条河流，因为每一条河流都会有自己的流域，所以这个阶段我漂浮在哪里，我就把这个阶段的流域叫做流域。2023年的4月24日到2023年的，现在。前两天在刘大锤的直播间。给我打歌是吧？我刷到了。哎呀，我都没问完。你问，这样我演一个我没刷到的，开始。放什么瓜？我有什么瓜？我没有瓜。好，我好会演。如果有瓜，我早就上热搜了。粉丝们都说，让你跳女团舞的话，就进入你的舒适圈了。哦，是吗？男团舞也是舒适圈，中国舞也是，可能就是到街舞当中的某些特殊舞种，我就不舒适了。那你觉得自己的女团舞跳不跳？不行啊，我还是不行。你当天直播。因为那个直播是真的现场扒，我觉得扒得不好。因为我觉得最灵魂的跳法就是在完美还原它原版编舞的同时，能跳出一点点自己的味道。嗯，听到粉丝唱的跑调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就如果我跟他们合唱，他们跑调的话，我会默默地把自己的耳返塞得更紧一点，因为我害怕就是被带跑。那如果只是他们唱的话，我会愿意听他们所有的跑调的声音。我觉得不同的声音汇集在一起，那种和声的感觉是最棒的。不管他们唱的调对不对，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要翻跳和翻唱你的新歌了，绝对可以。看了这条采访，现在打开你的短视频软件，录下这一段你的翻跳视频，然后发到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，我会去看的。做小美蛇，好，开始了，要举手的，左路先迈左脚，哎，这个算举出来了吧？左路先迈双脚，我一起走的。吃饭用右手，哦，又快又嘴。那菜单上为什么会没有肉？菜单上为什么会没有肉？因为那菜单上全是蚊子。那海绵宝宝有什么病？海绵宝宝有皮肤干燥病。多动症。为什么？多动症。哦。三个鬼是快跑，对不对？对。是谁弹起了肖邦的乐曲？周杰伦。得得，我不知道。维尼，维尼，为什么是维尼啊？维尼弹奏肖邦德耶曲，哇，我都哼出来了，我都没猜对。透明的剑是什么剑？透明的剑是，透明的剑是，我不知道。透明的剑，空格。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，打三个字。好难啊！一头公牛，一头母牛，叫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两头牛。跟我赌。嗯。100。200。200。300。400。那400赢了。500。你的节奏怎么掌握的这么好啊？400，砰！最后一个拿出来，哇，他好，好猥琐。有被吓到吗？还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长得比较可爱。我现在玩这种东西，所以我换的神器就是这个。我不想要这个怀里好多鼻屎的蛇。那你刚刚挑战刚好失败了。刚好失败了。
发点出来。你真会搞效果。惩罚就是现场扒一小段舞。来，我可以九一段舞吗？你不是说扒一段舞吗？那可不可以九一段舞？或者扒一段六？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我第二遍就熟了。OK， 先是这边。OK。I am my queen car, you wanna be the queen car. My queen car.选，我想选这个，这个是太空鱼是吗？超级想，不可以一个给我。真的，拜拜拜拜，拿你的手机。大杨说你是 P U。嗯。就刚刚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，基本上50%可能都是忽悠了吧？大家仔细分辨一下啊，哪些是忽悠？